三两百，好交易，人心肉肉。哎，听讲这是专门帮你办离婚的哦、啊。无唔别人若办袂出来，我保证办会出来。别人无法度离的，我一定和你离。无论偌辛苦，我一定能和你离离离。 哦，这么厉害哦！但是阮某伊真爱黏我，你教教我，无你面钱哦。多谢多谢，我紧来去摕证件吼。哇、哦，心理实在有够好，小姐，阮先生对我讲的态度真歹，你下一个会更好哦。 多谢，安尼、啊、我转来去摕证件。哦，做善事搁减趁钱。哎、欸，小姐，借问一个，阮某煮饭真歹食，会当离婚无？离。人咧讲，食崩皇帝大，一定爱离。呵呵，感谢啊，啊你等我啊。哦，我感觉我已经变菩萨了，厉害啊！ 嗯，哎呀，杂念八啊，啊，你是当时变律师啊？嗯，我都唔是律师啊，我是专门帮人办离婚，经过我的说明才交互律师，成功率是百分之百。嗯，啊，人是拢讲欠和无欠离，啊，你哪会劝人离婚呢？你有所不知啦，结婚的人拢是一时的冲动，等到清醒了后，自然就想要离婚。 这个时阵，就需要我来将婚姻的痛苦写得惊天动地，写到那无理，当事人就会跌精神病，吼就会啉酒起笑，会放火烧车。哦、当然啦，特殊情况下离婚是高不成啊，对方那是用暴力，也是威胁，造成精神的威胁，甚至性命危险，还是讲哦。 对方分外情，安尼嘛是无法度的啦。嘿，毋过轻轻彩彩就离，安尼伤随便啊哦。嗯，听你讲，安尼婚姻离开，敢那真严重呢。啊对着啊，真侪人拢用离婚解决问题。其实无论虾物原因，离婚本身对当事人带来痛苦甲伤害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若真正要离婚吼。 嗯，关什么原因？上好会当接受报道，找出婚姻失败的原因啦。安尼怎有道理哦？安尼应该生意嘛未歹。啊无，你开一间伫我隔壁扛放下离婚辅导，啊对我一间出去，直接送给你一间。等你辅导完，啊我伫边啊阁开一间专办再婚。 一条龙的服务，你看安怎？哦，你搁敢问我的意见？我的意见吼，就是先甲你即间店关起来啦、啊啊。人生一场戏，欢迎收看《人生剧场》。你文斌错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拌，哈。 离婚实在是，一旦讲是人生最大一个打击之一。离婚是一种感情的失败，破病是身体的失败，身体的失败，佫会扛的，因为一旦注射，一旦食几天药啊，离婚敢有们几天药啊，迄种痛苦，迄种感情。 本来两人正做集体，怎个佮你分开？你作开看，你知哦。所以婚姻啦、啊、吼、哦，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一条路，无保证讲会当行到底。所以万不离那不行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原因足侪啦吼。因为种种原因，离婚那边安怎？哦，咱直接就是这么直接。 哦，搞什离婚啊？变做哦？那我们这里讨论讲，现今敢有赞成离婚哦？唔是安尼哦。咱直接来讨论，已经离婚那边做啊？离婚唔是咧玩零件咧？离婚那离婚那个离离那个差头乌啊咧吼？唔是安尼咧，那是感情啊。因为你任何一个结婚的感情，迄种是能让感情更加深入去。 感情更加深，结果破裂去，心灵拢受足大诶一种挫折、伤害、痛苦。所以离婚了后，咱上好诶建议啦吼，Number one，有几条路互你选？第一条路，离婚了后吼、喔，过家己一个人诶日子，安尼著好。足侪人讲我赞成，我赞成，吼、喔，那我说我甲你讲。 我若有一讲离婚，我绝对袂去娶，绝对袂去嫁。啊！足侪人拢赞成个啦，吼、哦！我咧偷讲，赞成个拢是什物人？你知哦？拢是一辈离婚嘅人，啊！伊一辈离，但是伊即嘛婚姻足痛苦，足想欲离个啦。所以著讲，吼、哦，经离离咧啦，一日人较好过一日啊，一日著好，惊到啊，一摆著好啊，无第二拜。 哦，不敢结婚啦，啊，毋敢去结婚啊。啦，吼，因为你即满人抑个伫婚姻的痛苦，当然你有即个感受，即合理啦。迄条敢若亲像吼，每一个吼拄拄生囡仔附近人，那那该讲笑吼，去便宜讲再来一个，哦，再接再厉啊，叹笑人今生。 放松下，叫你叫唔噶、呃？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够了，一个就够了。安尼迄个时阵，你叫伊个生，伊挡袂牢，因为痛苦嘛。迄生囝足辛苦嘅嘛，你都爱等迄个痛苦袂记了后，伊且会个生啦。哦，所以我甲你讲吼，离婚了，后讲我若离婚，绝对袂佮再娶，袂佮再嫁吼。大部分拢是抑未离足想欲离诶人，吼、哦。 伊个足趾他家己怪，迄种无红无白的乱的日子，迄毋知咧偌好咧吼、嗯。我你讲，一旦啊真正离，拄离婚当然无想要结婚嘛吼。一段时间过去啊，吼、嗯，迄种红啊白冤家诶痛苦吼，随、嗯、着时间慢慢慢慢，愈来愈无去啊。哇，即个人足孤单个，哦、嗯，以前就是我娶毋着，嫁毋着。 真系才艰苦，啊！嘿人吼、哦，我娶一个对的人吼、哦，啊，娶一个较好个某，娶一个较好个翁，哦，哎、欸，我人生都毋是安尼啊嘛，啊、哦！我会对前一摆嘅错误，我会学着教训，所以我即摆一定未够亲像前摆安尼啊。所以简单讲，就是正经已经离婚嘅人。 有真悬的比例哦，会搁再结婚，迄毋是讲白贼迄是迄个时阵的心情嘛，痛苦到要死去嘛，吼、哦。如果若伊真正离婚了，过一段时间，伊会开始感觉讲，哎哟，啊，一个人吼、哦、啊，我需要一个人陪我啦，伊就开始需要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结婚的理论是安尼，所有会去结婚的人， 拢是代表，你会较想要两个人过日子，你较无爱一个人过日子。若真正足爱一个人过日子嘅人，伊一开始伊就未结婚、欸。诶，安尼讲有理无？合理。哦，毋敢讲每一个，但是大多数。所以，伊既然会结婚，代表讲，伊是较爱过两个人嘅日子。既然你爱过两个人嘅日子， 等你讲你离婚的痛苦无去，你要处理起来难。你是不是又搁开始想要去过迄种搁再结婚的日子啊、哦？一定拢会想。所以我讲这段的，唔蛮讲。如果咱身躯边有人离婚了，搁再娶，搁再嫁，请咱边的人哦，毋通甲伊定罪啊，毋通去甲伊批评哦，因为你毋是伊人伊有伊的需要。 不过，咱的建议是啥物？咱的建议是咧讲吼，上好接受辅导啦。哦，你若要问建议，当然咱是建议呐，照圣经，那离婚了后，上好莫阁结婚，即、这个是因果原则。哦，因为你既然结婚遮痛苦，你都毋通阁再第二摆，你莫阁去伤害第二摆嘛。哦，但是圣经嘛有讲，讲啊，问题你无结婚，你会真痛苦吼。 那真正你當唔到，你也是適当结婚啦，一世唔是唔使啦，哦。但是咧，你兩個接受好多，因為婚姻嘅失败，两个原因，頭一咧，你一开始就撮結毋到人，无了解家己無，无了解对方，互相結婚會失败。哦，啊第二就係、是、講，咱喺即個结婚嘅过程度間要有足多壓力，咱承担压力诶，能力吼，太过低啦，會堪住啦，哦。所以嗱，若如果呢两个原因吼。 咱就是解决的方式，就是讲，万一若离婚，爱来接受辅导。到会还有一寡课程，帮助这离婚诶好朋友吼，要安怎样来对着过去诶婚姻来成长，个性爱突破。安、啊、尼啊，这毋是上两个课都会使安尼，只、啊、系一段时间，通常一个改变，哎，两年，啊，所以你若真正足想要结婚，一当啊打一来，哦。 未甲的阻止，但是小可上课改变家己，才来结婚，安、啊、尼将来会比较较幸福啊！这是真有效的建议啊！哦，后一集继续收看《老三公》。